苹果丝毫，是因为之前那个北捷的那个重资基金被你们拿来，就是有来填补一些市府的债务的问题。那现在有议员点出说，这个重资基金有影响到他们捷运的那个电梯的维修，所以才导致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。这个哦，一定知道假的，你不用业障重就知道这是假的。我们说可能因为重资基金去影响这个，这个比较简单了。我叫秘书长把那个账户你再拿出来讲就好，这个比较简单了，都不要看拖自己怪怪的。